二章从八节到第十节，八节到第十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第十节，找到咱们开声来朗读这一节经文。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，找到开声来朗读。一、二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唯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好，感谢主人，咱们一同来闭目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感谢你，阿门，谢谢你今天恩待了这里的百姓，阿门，保守这里的教会，阿门，使这里的教会能够重新地回到主你的怀抱，使他们回到救恩真理中，回到你末世的真理中，因为只有你末世的真理才是真正的救恩。因为今天离开了你的末世，我们就没有真理，我们就没有救恩，也就没有见证。因为为主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以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的。今天你必能够教导我们学义，知道我们怎样得到神的义。因为今天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带领你自己的众教会，使全天下属于你自己拣选的教会都能从错误中间走出来，从人的权势下走出来，从撒旦的权下走出来。就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带领这里的教会，按时分粮给这里的教会，叫弟兄姊妹空着来保着回去，这弟兄姊妹充充足足从你那里得到从天上来的赏赐，保守今天的聚会，除去魔鬼对你众儿女的搅扰和拦阻，使众人的心意夺回，回到主你的话语中间，将你的仆人握起来，借着他的口来讲述你天上各样属灵的奥秘，使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窍给你开启，让你明白救恩的奥秘。求你保守今天的聚会，大大的赏赐你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也赏赐这个接待的家庭，因为他们甘心乐意接待你的众儿女，就求你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他们，将一切属天的好处上天下轮的抱在他们怀里，他们得到你从天上来的赐福，也从天上来的赏赐。听我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们继续来教导得救以及得荣耀的信念。得救的途径，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是第一小点啊。得救是本乎恩，那么本乎恩，恩是从神来的，对不对啊？借着人的信，本乎神的恩，借着人的信，本乎神的恩，这是本乎神的恩。什么叫本乎呢？本乎这个词啊，它本身是文言文，咱们平时很少很少用本。你看他平时咱们读课文的时候，小学读课文很少有本，除了读了中学的时候有古文的中间的有本，不然的话很少用本。为什么说本乎恩呢？这本乎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本乎就是本于，本于就是完全的建立在神的恩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本乎神的恩就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上，完全建立在神的恩典上，完全建立在神的恩典上，没有人一点一点的掺杂。你今天接受救恩的，有人的话，有神的话，有鬼的话，这样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除了神的话，再没有任何的话使你今天能够靠着得救的。
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救赎，因为在天下人间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这就告诉你了，除了他以外你不可以有任何掺杂在信仰中间的，必须传呼他。百户安第二点是也因着信，百户安因着谁的信呢？因着人的信。这个人因着人的信，不可以加上任何的行为，不可以加上任何的行为，有一点行为都不行，完全建立在神的恩典上，不可以加上人任何的行为就成功了，你得救这件事就成功了，过关了。这叫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，是不是啊？他就是得救的规矩，就这么个规矩，你加上一点人的东西都不行，前面完全建立在神的恩典上，后面不可以加上任何行为才能够构成得救的这个条件。这是条得救的条件是上帝设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救恩的恩典是上帝设的，必须是反乎恩因着信。好，咱们看，把这先隔上，咱们先看罗马书第三章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，老弟们，第三章第二十四节，找到了，咱们一同来读第三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。如今却能深大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就读到这两节经啊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这个神的恩典就是完全靠他的恩典，没有人一点的功劳。因为前面讲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。因为你犯了罪的人，你就得靠恩典，你要靠罪身，那就等于立功之法。所以这段经文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是不是缺蒙神的恩典？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成义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白白的。是不是白白的？你得到这个救恩，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就可以得着的，付代价就得不着。所以如今缺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成义，肯定是白白的。一点也不能加上自己的，加上自己一点就犯规了，犯规了你就不能得救，保证不能得救。因为就得按规矩，他设定的规矩，有了主的话就去遵守，这人是爱主的人，爱主的人就必蒙主爱他，是不是啊？主好向他显现的。但这个救恩是白白给的，现在有多少人讲道是开口就，但是，是不是开口就但是啊？开口就讲错，总得加上点什么东西。昨天晚上交通的时候，我说过这句话。往往人今天在得救这个根基上扎不稳，就是讲道人的缘故。讲道人讲完了是肯定的，马上就是否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得救和得荣耀穿在一起讲。咱们是得救了，但得救以后得加上点行为啊，咱也不能没有行为啊，就马上把行为加里头了，还没等得救呢，
就把自己拦在救恩门外，就没办法得救。因为得救和得荣耀，他俩是两件事，是一个人属灵的这个阶段中间的两个阶段，过程中间的两个阶段。两个阶段啊，得救和得荣耀是一个基督徒在过程中间，属灵的过程中间的两个阶段。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得救的阶段，得救的阶段你就讲得救，你先别讲得荣耀，你先别讲行为，因为你一加行为就错了，因为你一加上东西就错了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就像编筐似的，现在在编这筐底的时候，你先别想到那个边怎么锁，就马上就把边锁上。你光筐筐还没编上去呢，光编个筐底就锁边，这是不是啥呀？就谈锁边锁边，筐底刚编上就锁边吗？现在讲的就是编筐底，怎么才能把筐底编得结实，编得好看？现在别想着锁边的问题，锁边是最后一道工序，对不对？那这工序你得对呀。就像是你今天你想给儿子娶媳妇儿，必须你先娶媳妇儿。你都没娶媳妇儿，你跟你儿子谈什么娶媳妇儿？对不对？这不很关键的吗？你娶完媳妇儿了，你生孩子了，你再谈到生这个孩子是儿子，将来呢给他养大，这个养大这个过程叫什么？得荣耀的过程。那么生儿子这是基础，最后呢儿子长大了养大了再给他娶妻生子，这是最后的一关。你怎么都跑一整，你自己还没结婚呢就讲给儿子娶媳妇儿，怎么娶怎么办，有用吗？你都没有儿子呢，你自己都没有妻子呢，你怎么给儿子娶妻呢？现在有许多的人，你看讲一讲得荣耀就马上就进去了，你看多数人都是这样，讲一讲得救马上就把那得荣耀就拉出来，就把那行为拉进，那行为可不是你加上去，你一加就加错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外邦人今天能成为犹太人的老师，犹太人却成为外邦人的学生？保罗叫犹太人跟外邦人学习，不是叫外邦人跟犹太人学习，原因是因为外邦人信的对，他就在扎根在信上，他就本国人也念在信，这下成功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得看谁成功了就往谁那条路线上走，没成功的不能效法他。现在今天效法约伯的多不多？现在讲一讲得救就把行为加进去太多了。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昨天我们查的这段经文，外邦人做犹太人的老师，犹太人做外邦人的学生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外邦人信的对，人家就不追求义才能得着义，你先把这义得着，你得不追求啊，你追求不就坏了吗？第一，罗马书第九章三十节，你就本无恩也因着信，神的恩人的信，是不是？神本无恩因着人的信，他学你信就成功了，耶稣流血在十字架流血你信就成功了。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谁今天在道理上半跌了？我们看第三十节，一二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；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绊脚石之上。这如经上所记说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
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这段经文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呗，你得迎合这个条件的。神的义必须你不追求才能得着，因为人一追求，你不知道神的义是什么样的，你肯定第一件事情就进行为里头，进行为里就进律法，进律法里就被咒诅。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被咒诅的，为什么耶稣就骂那些犹太人是魔鬼的儿女。因为当你进到律法里头，进到人的里面，你就追求人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当你不服神的义，这恩就叫你废掉了，神给你的恩就废掉了。因为本不恩也因着信嘛，这恩叫你废掉了不废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注重这件事，外邦人信对了，所以犹太人必须把耶稣把犹太人的规条都得除去，除去目的叫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，最后呢没有规条，叫犹太人也没有规条，所以呢犹太人必须随从外邦人行事，而外邦人不能随从犹太人行事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把这隔上啊，不要把它扣住，把这隔上，看加拉太书第二章。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，哪一个随从哪一个？这是一共就两伙人，一伙人是犹太人，一伙人是外邦人。到底是外邦人随从犹太人，还是犹太人随从外邦人？这救恩真理，随从谁随从谁，就决定了这救恩真理到底是谁的对。外邦人接受的救恩真理对，还是犹太人接受救恩真理对？今天人。教会中间效法犹太人去守旧约的律法的人多不多？多。这些糊涂人简直糊涂透顶了。上帝叫犹太人随从外邦人，所以把那律法规条全部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叫犹太人没有律法规条，跟外邦人一样才能合一呢。不然的话，一个伙有规条，一伙没有规条，他俩往一起合，能合到一起去吗？他合不到一起去。就像你家竟有一些个洁癖，是不是啊？就有一些个洁癖的规条，谁上你家的都不敢坐凳的，也不敢坐椅的，坐完椅你当场就抹一抹，用抹布抹一抹，你说谁敢上你家去？这是一种怪病，是不是？洁癖的怪病，所以没有人敢上你家。上你家，你家有规条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说谁去啊？谁也不敢去了。犹太人有一些规条，他怎么跟外邦人合一呢？净是一些洁净的礼，净一些规矩，所以外邦人没办法跟犹太人接触，就得杀他。不杀他不行，你净洁癖不杀，你杀谁呢？希特勒杀死了犹太人600万，为什么杀他？洁癖，这也洗脱规矩，那也不行，跟外邦人说一句话，回家就刷刷牙。握个手回家就沐浴吧，你看看谁能跟他来往吧。这就是外邦人为什么杀犹太人的原因。一看就是猪和狗，就把犹太人当猪，犹太人又把外邦人当狗，而外邦人又把犹太人当狗，最后不把他当人看待。我叫你洁癖，全叫你死。最后呢，弄在一个大寺里头，可能是进去好几万人，弄到一个大寺里，在那里就在那里吃拉，你不就洁净吗？洁癖，我叫你在一起吃拉喝，最后呢，他们都死在一起去，用毒气毒死了，用饿死，活活把他们饿死。你看这群人，犹太人，他为什么抵挡耶稣？因为耶稣来跟他不一样。耶稣来了，也整个把他的犹太人规条给推翻了。他明明是安息日会的时候不可从外地经过，耶稣就领一群门徒唰唰唰从外地就过来。犹太人一看，这哪是什么神的儿子？
啊，这纯是一伙强盗，是不是啊？一伙胡子，用东北说胡子，其实就是强盗，山东叫响马。你看这一伙人，安息日了，他不好好在家待着，他干什么来了？跑到麦地刷刷刷就过来，还掐起麦穗了，是的。用他看合不合乎他的理啊？不合乎。我们看第二章，第二章十一节，找到吗？一二，后来基法到了安提哥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雅各那里来的人被告诉先，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即使他们来斗，也可因他和个人的人就可以允许外邦人割开了，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我庄稼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我庄稼。当我一看见他们行的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从外邦人行事，不随从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？他就在经文里，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了。彼得因为怕放鸽子了，所以呢正在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，就突然就离开了，就跟外邦人隔开。我是奉隔离，你们是不奉隔离，我得隔开啊。你看彼得坚不坚持真理啊？不坚持真理。你看的雅各采取的奉隔离的人，他不害怕，害怕就隔开的。这一隔开，许多的犹太人都隔开了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庄稼。这件事跟福音的真理合不合？不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因什么隔开的？因吃饭肉体上的事隔开，对不对？意思是说，你外邦人跟我犹太人不一样，我要跟你隔开。我目的给谁看呢？给雅各差遣那些人看，是不是做一个虚假的动作？隔开了，隔开意思，你看，咱不是一伙的，你看不看见？因为什么？吃饭的缘故，吃饭的缘故。那么，外邦人没受隔离，犹太人受隔离的。外邦人没有律法，犹太人有律法，所以我们隔离的跟你的没分隔离的，咱俩隔开。你说这彼得今天怎么的了？是不是不坚守真理啊？这样就形成了必须是外邦人随从犹太人，所以保罗当面就抵挡了。你既是犹太人，不随从犹太人行事，乃是随从外邦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？保罗从来没责备过雅各，但今天在这里头，他就责备彼得了，表明彼得所做的事情跟福音的救恩真理是一点，说做这件事情跟福音真理就是相悖的，是不是相悖的？是的。这一隔开了，那就表明犹太人不随从外邦人，而外邦人随从犹太人，但上帝叫外邦人随从犹太人，还是犹太人随从外邦人？为什么犹太人随从外邦人？这是第一点啊，我在这写啊。犹太人随从外邦人，而外邦人不能随从。一会儿咱们再讲，这是第二点，这是第二点啊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，第二十一节。小子们，二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一节，找到咱们一同来读。一二，律法上记着，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好，
神要使用外邦人的舌头对谁说话？对犹太人说话。为什么呢？轻易就得到意义了，一个是这个是不追求的，这是追求的，追求意义，一个是不追求意义的，对的，一个是追求意义的，不看清楚了吗？你看这些人，外邦人信仰正确，犹太人信仰错误。他正确，正确在哪？不追求。咱们东北有句话叫歪打正着，不知道你们这有没有啊？有。歪打正着就是歪打外邦人，歪打的他就正着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人上场了，根本不会打那狙击步枪，就给他刚刚的入伍的军人就给他发一杆枪，给他发一杆枪上那个他就哆嗦，他就不敢打，他哆嗦，旁边那个老师指教他，你好好打，来打，前面日本鬼子就在前面，如果你要不打他就把你打死了，所以他哆嗦哆嗦哆嗦，他这一哆嗦一下子哆嗦扳机了，啪就把前面日本鬼子打死了，是吧？多少打死的？他要硬瞄还不一定打着，因为他刚刚拿枪，啪把一个日本鬼打，这行，这真准，一下就打着了，是不是？这叫什么呢？歪打正着。什么叫歪打正着？我举个例子啊，打狙击步枪的时候，他得看待这个距离。因为那个弹道啊，出去的时候它是有弧线的，你直接瞄这个地方瞄不着，你得瞄它上头，它能瞄着，它能打着。因为我从前小的时候在家打野的时候，特别是打得特别准，因为我随着那风向，看那风往哪刮，刮。假如这个远的距离呢，这风会影响那子弹的，哗就把这子弹就推出去了。所以呢，他没往那地方瞄，他往那上头瞄，啪一下打着，这叫歪打正着。他为什么顶着风
往上瞄，啪就打到那个目标了。这是原因，是因为这就是什么？物理现象，是不是？不是化学现象，物理现象。啪就打到，因为这风对这个子弹有推力，同时呢还是往上打的，还不是往下打，一下就打到。就跟我在家打野鸡一样，野鸡正在飞的时候，你不能往它的屁股上打，也不能往它脑袋上打，也不能往肚子上打，要提前打前量。它正往前往那么飞的时候，打前量，啪的按照它那个飞那个一下一个，保证一下一个。为什么这叫歪打正着？不能正打，就歪打。兔子跑的时候，你不能瞄准那兔子打，那可别打不着它。兔子一蹦高，你打下边。一蹦点啪打脚，打下边脚，一打下边，他往下一落，啪就打上了。这叫歪打正着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歪打正着？就别往正地方打。那么外邦人就是歪打正着的。神说外邦人呢，你对着百姓说话来，我就使用你对着百姓说话，你告诉你怎么得到的经验，你是怎么得到的义。外邦人就对犹太人说，犹太人，你追求律法的义，律法本身要求人行义，但你追求律法的义肯定得不着，你别追求就得着，你不追求就得着。犹太人说，那怎么不追求就得着呢？你信呢，你不用追求啊，这就叫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有许多人拿这天国是努力进入，就使劲努力，哪努力？肉体绑臂努力，使劲努力，跺着脚的努力，咬着牙的努力，眼睛都憋蓝了，也没得着一滴。但犹太人得没得着？没得着。外邦人得没得着？是不是啊？犹太人没得着，他是因为他往哪里追求？我记着，他往律法里头，错没错？为什么他往律法里面追求着？第三章。罗马书第三章，他为什么追求律法的义？对不对？因为神的义没放在律法里，是不是？神没把他的义放在律法里，所以他们追求来追求去，没追求成。懂了吗？第三章21节，一、二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神的义不在律法以内，他追求，他去追求，追求，追求哪？追求律法。你看没看到？你看没看到？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来啊，咱们今天去挖宝去。他那宝啊，在那边的麦地里都显明出来了，都露出来，一缸一缸的金子都露出来了，谁拿去拿就是谁的。在麦地里头，没在这城里头，人就在这城里。他说，在这城以外，人就跑这城里来，哇，这挖那挖也没挖着。而那些个要饭花的，天天溜着边走的，一看麦地里出来宝的，都捡着了，就捡着了元宝了，是不是？谁捡着了？要饭花捡的。要饭花为什么能捡着？因为他在城外溜边就捡着了。那你为什么？你在城里，城里有没有呢？神的义在不在律法以内呢？不在律法以内，乃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在哪儿显明的？哪儿显明？福音上显明出来，第一章第16节17节，他在哪显明，你就在哪去得。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你跑哪去得去了？你跑律法里得，不去信福音，所以死定了。犹太人咒诅。都应该的，小子们，一、二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一念并因信得生。这福音本身神的大
呢？要救一切什么样的人呢？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为什么说先是犹太人？这句话就是先给犹太人，犹太人不要了，再给外邦人。希腊人是外邦人，对不对？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下面说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。那么今天，神的义不在律法以内，乃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。那在哪儿具体地点？就是福音上显明出来。就像这个宝不在这城里，乃在外面的稻田地里头。你得到那稻田地里去找那福，找那宝才能找着，是不是啊？具体地点是稻田地，是不是啊？农妇都能找到，为什么？农妇经常进稻田地，所以找着了。他是歪打正着，根本不是去找宝的，一下就碰着了。但这些心里天天钻进钱眼里的人，天天要找，这要找些元宝多好啊！就在哪里找？在城里找，转悠转悠转悠，就跟犹太人一样，最后一样人也找了。但农夫不找宝，人上田地里干活，无意中间遇见的，这就叫歪打正着。今天有歪打正着的吗？啊，有啊，有歪打正着的。人家根本也不去，就像有一个傻子似的，他上厕所那边那个当时那个水土了，把那个沟都土了，上边的山全都扒开了，他上那沟里去上厕所，发现了一个红盒子，里边装着有七个贵宝。他是不是去找宝？不是，他去上厕所，但上厕所中间就看到七个贵宝，这叫什么呢？歪打正着。什么叫歪打正着？就是我不去追求，我根本没想去找那宝，但宝就送到跟前，这叫神给的，对不对？他就上街里卖，最后被那金海文他爸爸看见了，来落轿。大伙都看这个傻子，傻子合计他能卖什么宝，谁都不去看他手里有宝，就拿个卖宝了，天天喊着卖，在街道上喊，在市场上喊卖宝。但犹大人不是去，他本身不想去买宝去，但在市场的遇见落轿，傻子，你那宝是什么宝？嘿，我的宝是好宝，看看吧。什么宝呢？这犹大人拿过来，一大开始七颗贵宝，闪闪发光的七颗贵宝。多少钱？你多少钱卖？二两银子。啊，你这七个贵宝卖二两银子，我以为咱两个亿呢。你多要点呗，这七个贵宝这太贵了，这价值连城，你怎么就要二两银子？我既然二两银子，你给不给？你不给我不卖了。你说这个傻子傻不傻？傻不傻呀？就像耶稣来了，是不是贵宝？犹太人把他钉十字架，傻不傻？现在这傻人多的是，是不是？那金大人不是刘大人啊？那金大人说：“你多要点，我多给你。”不行，你要不买，我拿走了不卖了呢。刘大人，好，我买就行，就二两银子。刘大人告诉小家人，给他二百两银子，傻子，给他二百两，就花了二百两银子把这个贵宝买了。这贵宝买了，这个金大人呢，买了这个贵宝，最后他就死在这宝上。家里着火，他为了抢这个宝，最后把自己烧死了。你看这个傻子，把这贵宝卖了，多少钱？二两银子。那么刘大人给他二两银子，他这个贵宝就白白扔出去了，给他二百两银子。这金大人说刘大人，最后呢，傻子也再不用放猪了，最后开始就有了钱了。二百两银子在当时就是很好的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傻子是白捡了二百两银子，是因为上厕所不是故意要去找宝去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找宝的人不一定找宝，
那个没找宝的人不一定找不着，是不是啊？找宝的人不一定找着，不找宝的人不一定找不着。天天钻进钱眼的人不一定赚到钱，没钻进钱眼不想赚钱的人，不有钱的人，是不是神给的？是不是出于神呢？就是出于神。所以那个天天的想赚钱的、想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里。那没想发财的，上帝才敢给钱，把钱给他。那天天钻进钱眼，上帝不敢给他钱，给他钱等于要他命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福音，这个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我得接受福音才能够得到义。这就是外邦人为什么成为犹太人的老师，犹太人为什么成为外邦人的学生。你知道你今天是外邦人吗？你按肉体是不是外邦人？是。你没追求得没得着义？得着。你没追求就得着义了。但犹太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义不在律法以内，乃在律法以外福音上显明出来。你得上福音上得呀，他在哪显明你就在哪得，好不好？在哪露出露面你就在哪得，就能得着。他没有在律法上，你去说律法，靠律法成义，这不坏的吗？啊，你自己自欺欺人。所以神今天呢，就把这个奥秘的事情只交给外邦人，所以外邦人不追求义，反得了义；但以色列人追求义，反得不了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什么缘故？我们看一段经文，看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。十一章，从十二节开始看。一二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基督今，天国是奴隶经历的，奴隶的人就得成了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。到约翰为止，你们都很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有人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好，读到这里，读到这里。这里有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奴隶经历。神为什么要用一个奴隶这两个字？神为什么要用奴隶这两个字？为什么要用努力？明明不用努力就得着，他为什么要用努力？你猜？你猜猜，神为什么要用努力这两个字？努力是什么意思？你看，努下面也带力的，这后面也带力，努力。努力的这个词正好是反着来的，跟你人想象的努力不一样。所以神用努力这句话，就是对犹太人，对那些不是主的人，就是一种绊脚石，就故意叫他绊倒，就故意叫他就绊在这个努力上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努力，就去追求律法的义，正好就绊跌了。神使不属神的人在这上面绊跌，在哪绊跌？一看见了，哦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就是给犹太人做绊脚石的。他一看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，这加的加的行为正好半跌了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他们知晓，至于别人叫他看着看见却不晓得。神为什么说奥秘的话？这话是不是奥秘的？是奥秘的。神为什么要说奥秘的话呢？啊，咱们看一段经文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晓。
先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吗？咱们从十节开始看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节找到吗？一二，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对众人讲话，为什么用比喻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凡有耳的，还要加给他；叫他有余，没有余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”还有我下在十三节啊、哦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哦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这在经文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所以他在用这个奥秘的话，这就是什么？行义的才是义。像这些奥秘的话，行义的才是什么？才是艺人。奥宝秘不属神的人一下子半跌在这句话上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什么？彼得前书，这叫什么话？奥秘的话，彼得前书为什么这个圣经的话，有许多人也看着圣经，他就不明白，因为上帝不让他明白，因为怕他明白，他自己都怕明白，是不是啊？咱们从第二章第七节开始看，从第六节开始看吧。一、二，因为经上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中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”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为我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用耳话说：“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做了房顶的头块石头。”又说：“我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”信靠他啊！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半跌。他在哪半跌的？道理上半跌。那么耶稣是不是绊脚石啊？耶稣对犹太人说话也是绊脚石，长得也是绊脚石，出生的家庭也是绊脚石，就把他绊的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绊。为什么耶稣的家境是犹太人绊脚石？因为他生在马村人。他生在哪儿？伯利恒。长在哪儿？拿撒勒。他家富不富？富。尊不尊贵？不尊贵。求约瑟木匠家的儿子。你看出生的家境竟成为犹太人绊脚石，这绝对不是拿撒勒，哪有什么好人？那绝对不是聪明。拿撒勒绝对不能出成君王，所以他坚决不接受耶稣，就因为耶稣长在拿撒勒。你看拿撒勒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是强盗村的意思，所以他坚决不能承认强盗村能出现什么好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他绊脚石。再看耶稣基督的长相，憔悴枯高，他比众人更枯高，长经忧患。耶稣长得好不好看？有没有家型？有没有美容？没有。长得高不高大？帅不帅气？长得瘦小枯干的，是犹太人绊脚石。路西法长得漂不漂亮？全然美丽，但竟然堕落了。犹太人竟是凭着外貌断人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。所以他是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真理，却在道理上绊跌。上帝故意就借着话叫他绊跌。你不信看今天教会中间半跌，就在这些话语中半跌的人多不多？多。行义的就是义人，保证有人就会这么讲，我做点义事，做点好事就叫行义的。完了，你已经办上了，在哪儿办的？道理上办跌的，是不是啊？听
因为呢，这就叫天国的奥秘，只叫你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感谢主，是。神为什么写这奥秘的话？行义的才是义人，这就多半是行义的就是义人。不要再犯罪了，别犯罪啊！别犯罪，努力，别犯罪啊！努力的是不努力的，不努力的是努力的，听明白吗？追求的是不追求的，不追求是追求的。天国的奥秘正好跟人间的思维、人间的逻辑和人间的想法都是相反的。努力的就是不努力的，不努力的就是努力的。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对不对？信的人才能得着。那么今天有人为什么办呢？因为这话很容易就办了，是不是？信心没有行为的人死的，啊，就这句话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很容易就解开的。信心没有行为，是告诉你肉体，你今天你信错了，你靠肉体的行为那不叫行为。你信错了，它是没有行为的。它讲的突出的是信心，你信心对了，它就有行为；你信心错了，它就没有行为。因为那个行为是对的信心产生出来的果效，不是你今天加上的行为。你一加行为错没错？错了。这就是犹太人的绊脚石。这话就把他半截，在道理上就半截了。这里面说，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半截。他不顺从什么？不顺从真理。所以圣经的话它是奥秘的，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今天把它发明出来。当你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那你看看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你怎么理解？想方设法往上加行为。你那行为够格吗？不够格。你那行为跟上帝的标准，他说什么？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的，是不是啊？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的，就这句话。这经文深不深哦？深不深？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，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，信心不是与他的行为并行。心灵因义而活，这个是因罪而死，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的。亚伯拉罕那个信心的行为绝对不是肉体的行为，肉体行为他就把以实玛利献上，但他没献以实玛利，却献上帝给他的以撒，这叫信心与他的行为是并行。与哪个行为？与新人的行为，不是与旧人，与灵人的行为是并行的。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随从圣灵的灵人身上。他往哪是成就？往肉体，是不是半截了？当你看见这话的时候，奥秘的话，你就很容易半截。什么叫并行的？两个火车道，他俩一样高，才是并行的，是不是啊？信心本是处于天的，与他的行为并行，是与新人行为，他是在天上的行为并行的。两个火车道一样高的，这叫并行的。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上，能并行吗？啊，能不能并行？这是无法并行的，与蒙德而相称的，对不对？天上的都是天上的，这叫相称的。人的耳朵都是人的耳朵，这叫相称的。这边一个人的耳朵，那边一个猪的耳朵，你说它相称吗？啊，这个脸是人的脸，但长了猪鼻子，你说它相称吗？相不相称？什么叫相称？对称，对不对？这边也是人耳朵，这边人耳朵，这边人耳朵，这边老鼠耳朵，相称吗？是不是？是神的都是神的，信心是神给的，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那么今天这个行为也是信心所产生出来的，那叫什么？什么结果？必须是新人产生出来的结果，这叫并行的。所以不需要你加行为，你加上行为就犯罪，你就没办法得救。
因为家庭为这个人，说明你今天那个根基不是在基督身上扎着，总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行为拿出来显耀一下，跟上帝俩进行对比。旧约是神做事，人做事都失败了；新约是上帝说好，我叫我的独生儿子做事，你们来信就行。新旧两约就是，旧约是人做事给神看看合不合格，神看没有一个义人，没一个合格的。新约说好了，你们休息，我叫我的儿子做事，你信就行，对不对？你们死了，接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我接着我的独生儿子做一件事给你们，你们听不听？我行了一件事，所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啊。现在真正在信心上建立的人很少，在道理上半跌的人特别多，因为一看那经文他就半跌了。半跌说明什么？你看历史历代的教会中间哪有几个没半跌？就在道理上半跌了，讲一讲得救，嘣一下就把得荣耀那个行为往这里安，但也不是得荣耀的行为。得救和得荣耀、得赎，这是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重生得救，第二阶段长大成人得荣耀，第三个阶段耶稣基督再来身体得赎。这三个阶段能不能把它并在一起去？你要并在一起去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把它混淆了。今天上帝不让你混淆在一起，就是得救，你先讲得救，这一关先过来。就像什么，你念一年的时候，你别想初中，你一年都没念上，对不对？一年念完了，二年念完，小学毕业了，再讲中学，再讲初中的事儿，你这还没完成呢，是不是啊？看着一步一步来呀，就像楼梯口似的，你不信，你从那底下当间跳上，你没那大能力。你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，最后上到这个上面聚会，对不对？从一楼一直上到这个地方，我不能够今天从一楼蹦的就跳到四楼来了，干嘛？你是蚂蚱还是跳蚱？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他得一步一步来呀，没能这来。但是，我们得救是得救，但是。这但是是否定的意思，不能加但是，对不对？绝对的真理中间不能加但是，在一件事中间不能加但是。耶稣基督四福音中间就有一个单词，但是不是一件事，就在说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气，是不是啊？马大是怎样忙忙碌碌在外面，但是玛利亚选择了上夫妻，这不是说一件事，在一件事从来耶稣没说过但是，这边讲你们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是坏，但是是转折，是不是啊？就转了，你们这边音信成一但是又转了，没有这话，圣经找不着这话。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这么查考圣经？就是给弟兄姊妹告诉圣经没有是而又非的道理，在它只有一是，对不对呀？在它只有一是。那么今天呢，外邦人信仰正确，犹太人信仰错，因为外邦人不追求，犹太人追求掉坑里去了，不追求的上天堂了。你是要上天堂，是要掉坑里去？努力的就是不努力的，努力的跑这里努力，犹太人努不努力？追不追求？他哪里追求的？肉体，靠肉体守律法，正跌在绊脚石上，正绊上，实实归归的绊上。耶稣说，这块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若有人跌在这磐石上，就把谁跌得头破血流，这块石头砸在谁身上，就把谁砸得稀烂了。耶稣经常讲这句话，一定把它砸烂了出来。今天有多少人被砸上的，多少人绊在石头上？耶稣就是绊脚石。今天你看吧，你能不能信耶稣？是不是？他所说的话，律法都要成全，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。就这句话，就成绊脚石，一点一画不废掉。所以一点一画不废掉，又哪成全？一点一画不废掉。耶稣说了，
你们的义若不胜过圣女，文是和法利赛的义，不不能今天什么叫圣女啊？胜过他，咱俩打仗，我胜过你，你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最高的义，那我的义是什么义呢？罗马书第三章第一二十二节，神的义既然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那么今天我要去追求律法的义，肯定胜不过他，因为他是专业守律法，你是业余守律法，听不听明白？就像什么？犹太人专业守律法的，你是业余守律法的，你是捡着犹太人这个律法这个根儿，你去守一守，你是不是业余的？他是不是专业的？但耶稣基督告诉你，你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怎么能胜于他？对不对？你肯定不能靠守律法守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肯定不能靠守律法守来的。那么我要用神给我的义去胜于文士法利赛人守律法守出来的义，因为神给的义是天上的，人守出来的是地上的义，是肉体的义。我要用天上胜地上，晓得吗？第二十二节，一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好了，谁的义？谁的义？因信称义的义是谁的义？谁的义？犹太人追求律法的义是谁的义？律法的义。他就像专业的，我们跟日本人打仗一样，两个，他们四个狙击手，而且都是专业狙击手。你是个业余的狙击手，是不是啊？而且你的枪没有人那枪好，你怎么跟他打？啊，他那个枪能打出去，这一下能打出800米有效射程，三八大杆上边放着瞄准镜了，能打300。最后呢，有一个人告诉你，那枪不行，你那枪才能打200米，啪啪就掉，那子弹就落地了。那怎么办？有一个人告诉你。快，我给你1000发子弹啊，完了我再给你一把美国的，不是美国的，是德国的也是狙击步枪，能打有效射程800米，你得跟他得同等，甚至你比他更高，给你拿莫辛纳杆或者给你拿 M200，2000米，所以他打得准，你打得不准呐、啊。所以别人给你这个美国这个 M200能打2000到3000米有效射程，所以他就给你这个望远镜呢，自动给你瞄准，自动的不用你瞄准，只要那点上的对那人脑袋瓜两，你只要一扳一扣扳机，他自动就找。就按照风速就计算出来，那个弹道就到弹道呢，正好落在那个日本鬼的脑袋上。给你拿的这个枪，这个枪胜不胜于日本鬼那枪？胜于，因为日本鬼能打800米有效射程，你能打2500米，能到3000米，所以你在2400米那时候就开始就狙击他，不用你有什么技术啊，因为这个。瞄准镜里边就自带的，就那种自动瞄准，你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枪胜不胜于日本鬼拿那枪？三八大盖胜不胜于？他就在那里找，就找你也找不着，因为你在多远呢？2400米，他在多远？他上了800米附近找，上100米附近找，200米附近找不着，找也找不着你，因为你在制高点，在。2400米以外，那是几公里？2公里半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就是5华里的地方，你站在那个地方，他能不能找到？看都看不了，看那望远镜看都看不了，而你的望远镜把他扩大脑袋这么大，你看不准的。一共4个人都摆在那边，噗一枪一个死了，噗又一枪。你是业余的，你现在不用瞄准了，是。
这个狙击步枪就不用你瞄准了，看着外那光那里边那个瞄准镜就可以看出那红点对着他脑袋，梆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。这什么鬼？气的一个，是不是肺都气炸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这四个，这是国家的一级的狙击手，竟然被一个业余的人打败了，你怎么打败的？巧比他的巧更好，改一下就这嘛，是不是啊？这叫胜。什么叫胜呢？你的比他好，这叫胜。你的义也必须胜于我，也是个法律赛人，不是地上的义，不是肉体中间的义，好不好？你才能打过。在我那个学校那个地方，小的时候我在刚上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都顶洋拉罐，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洋拉。洋拉罐就是有树上啊，还有像玉米叶上遮人那种。啊，滑拉叶，你叫毛拉的，我叫洋拉的。毛拉的银拉。他到时候在那树上做那个罐，一个一个罐，到时候小学生把那罐拿过来，那一罐很硬的，就互相顶架，叭把你那顶碎了，你就输了。有一个家伙在那老屋檐树上找一个又黑又大的，所有人都顶不过他。我弄了100多个洋拉罐，最后都被他顶爆。好，我叫你顶，我叫你大。后来上那铁屋那地方，我问那个有一个叫整钱的那个老铁，那个姓张的，我说张大爷，我求你点事儿呗。他说什么事？我说你给我做一个洋拉罐，用什么做？用铁，给我打出来的。完了也打出一个疤，就像那树杈那个疤，他在那树杈上粘的那个东西，也打出来了。打出来，我说给你钱，不用钱了，就弄个小东西，他在铁路给我做出来，烧红了，完了给我打出来，打出外面又抹上那黑黑的东西，跟洋拉罐一样。我再拿这个就上学校。逐个的顶，来一个咔嚓顶来，来咔嚓顶来，全把你全顶碎了。完了，那个家伙就是最好的家伙，怎么样？你那么能耐吗？这所有人都叫你顶歪了，来，我给你顶。他把他那大拿的脚咔嚓顶歪，哎呀，这下完了，他就开始坐那地方就哭去了。哭上这么多天没顶歪，叫我一下顶歪，再来一个还顶歪。因为他拿的是虫子做出来的，我拿的是铁炉那个锤子打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打出来的就胜于他。再来10个、100个都被顶歪了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胜于文史和法律？你们的意义若不胜于文史，千万别往这想，绿板一不往这成就。你不干，圣经说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天父一样，就用肉体慈悲，你不就坏了吗？一看这个经文，有许多人都掉进门去，这叫在道理上犯敌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在道理上犯敌，因为不管神怎么说，最后都有一个，就是用天上的胜过地上的，好不好？用神给的胜过人的，是不是啊？用神的义胜过人的义。成功了，休息室。